他还有一个表演哦，啊，还有表演，而且，哦，他指定要跟一个弟弟合唱歌曲是吧？哪个弟弟？因为我之前听过野兽唱歌，对，觉得他唱歌好好听哦。真的没有，真的没听过。说有，对，老师在教课之余都有看我们棒棒糖，有，好喜欢看哦，真的哦。那最喜欢的弟弟也是野兽吗？对，最喜欢野兽。沉默寡言，来，你出来出来。那老师想要跟野兽唱什么歌曲？你以为你是陈毅，啊？我想要跟他唱《你最珍贵》。你最珍贵，跳雪莉的哈，你最珍贵在骨头中间。步道牵手，牵手，牵手，牵手。明年这个世界约在这个地点，记得带着玫瑰，打上领带，系上思念。动情时刻最美，真心的给不累，太多的爱怕追，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。我会送你红色玫瑰，珍贵。谢谢，两个感觉挺好的，对啊，在一起啊。但我觉得你像中文更好，在一起。好啦，重点是我们野兽原来有电到老师这个，有。野兽到底还是野兽？我还在想，你不是要变小绵羊吗？哪来这么强的电力啊？我看你根本是只披着羊皮的大羊。